坐在家里谈吧。为什么不进屋子里去啊？屋子里味道不好，这里空气多好啊。来，你坐。你家姓沈吗？这个野兔杀了就可以吃。哦，兔子啊，家里成色很好，还有后置，里面的生活很美好啊。你有什么事儿说吧。我来找你为了一件事儿。我们之间没事儿，也没什么可谈的。本来我们是相安无事的，可是现在有事了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共产党在哈尔滨城里搞了飞行集会，动用大量的群众武器，宪兵队打死的保安分子中只有你们木板的人，武器可能是木板提供的。小英大佐，昨天有七枪土匪从今以后，有人怀疑木板也参与了这件事。小恩大佐不是来查我的吧？那些事儿可真不是我干的。飞行集会的武器来自木板，参与暴动的人也有木板的人，我不想再过问了。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儿：这木板参与游行暴动，与共产党相互勾结的事儿，就算过去了。想问什么事儿，你说吧。说起来，叫你要武器，带领你的兄弟们在索菲亚教堂杀死皇军和警察的人是谁？你说出他的名字，这难道我们抓到他了？武器的事儿，我不就再追问。木板和我们还可以相安无事的。小燕大佐，你让我出卖自己的兄弟，那可不行。木帮的弟兄都是开过香堂、发过誓的，就是两肋插刀，也不会出卖自己的弟兄。是吗？枪钉在头上也不爽吗？小燕大佐，这里没有共产党，只有木帮的弟兄。是不让你进，只是木帮的规矩，不是兄弟不进门。在哈尔滨还有关东军不让进的门，要是我北京被砍了。你最好别破坏木帮的规矩，这样不好。有一个刺客刺下了中村自然长官，还刺下了冯直，这个人会武功，你知道他是谁吧？我又不是刺客，我怎么知道？说出他来，你的妈都平安无事了。我不认识他，我怎么说呀？多好的武子啊！
穆班不会再搞那么多了。你和我之间是有约定的。我跟穆班有约定，跟共产党从来没有什么约定。我劝你，你还是好好想一想。 宰了，烤着吃，拿着。好。小袁走了，怎么样，兄弟？谢谢你。咱们兄弟之间不言谢。你是厅长，你再不能去医院这种地方了，差点共产党给你打死。 我不是想着这回能抓住29号吗？那用不着你亲自去。有一件事很怪，什么事儿？医院出事时，正接过眼上，老杜开车走了，这边正打着呢，他把车开走了。老杜，我去找他。老杜，秦科长叫你去。 老杜，医院那天你开车干什么去了？说实话，接你的是什么人啊？接你到哪儿啊？ 走吧。老杜很可疑。他跟了我4、5年了，不会吧？他家里都有什么人？听说有个女儿，没见过。我觉得他车开得好，人也算可靠。 就怕他人不可靠。我吃不了这么多，怎么你不帮忙啊？丫头，我们老大把你当成最尊贵的客人了，这也是待最好弟兄的礼节。 他把刀子亲自交给你呀，让你割肉吃，这只兔子就是你的了。你们这儿的规矩还挺有意思的。你拿刀割人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割兔子不行了？我不会割兔子。
哎，王一鸣在我这养伤，你看行吗？不行，你们这儿太危险了，而且日本人总盯着你们，得把他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最好这几天你们也出去躲一躲。日本人不敢把木棒怎么样。你们千万别大意，日本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他刚做完手术，还需要观察。这样吧，让他去我们家住。慢点开，他刚做完手术。一鸣，你别呼吸。不呼吸，我就成死人了。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陆医生，你又救了我，我又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不指望你不拖累我，你想着别害死我就行了。一鸣怎么了？爸，他受了重伤，没地儿去，只能到咱们家来。怎么回事？您先别问了，等一会儿再跟您说。那就上二楼吧。二楼可能不方便，还是先住一楼吧。好吧。安心养伤。多谢老伯。别这么客气，我们是世交，好好住着吧。是你给他动的手术，他是共产党，医院的事件是他闹起来的。嗯，你是不是也牵扯进去了？他老牵扯我，没办法。日本人不会盯着他，只会盯着我们。你要害怕就赶他走。他要是没地儿去，就让他在这养伤吧。刚才小严让我去弄周老大，周老大那么好对付啊！咱们要不干，他就能把咱们给灭了，得想个办法呀。你去把周老大约出来，东树林见，我要让他们解散木帮，省得我们还得跟他们动手。好。玉志校长，有事情啊？嗯。王一鸣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请几天假？没有，他只跟我说让我跟你请假。你知道他做什么去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有没有可能回老家了？老家？他的老家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玉志校长，下课了，我得去了。站后面俩。
派你这么头蒜，谈什么呀？厅长来了，没见人影啊？他来了。还是你气派，没出门先放条狗汪汪叫。找你有事儿。有事儿说。把木帮散了，人归人，木归垛，回乡从良，各干各的营生。在木帮里，死人最服的是老木把头，活人最服我。你得把我先说服了，为什么木帮兄弟放着大洋钱不赚，滚回那穷家去？别废话，走不走？你是不是惦记码头那地盘啊？地盘？你就知道地盘，除了地盘你还知道什么呀？那为什么解散木帮啊？你得告诉我个自无谋有啊。你要是不散就打散你。你有那本事试试。还有一个法子，说出来那个共产党刺客的名字，我就跟小人说情，放了木帮。你拉倒吧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。你干警察厅长的，你不知道这个？谁要是说出谁是共产党，那他不就成同伙了？那不也是死路一条？你想顶着？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。拉大锯，扯大锯。姥姥门前唱大戏，接姑娘送女婿，小外孙女也要去，披红的挂绿的。谁呀？嫂子，我去开门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这儿来的。回车。你是警察厅的，我是木帮的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忙你的，你甭管我的事儿。你当我愿意管？有人要管，你不服也不行，早晚灭了你。你是说日本人？我不尿他。好自为之，免得后悔。走了，多谢提醒。撤。老大，他不敢惹咱，就连那日本人也不敢把咱咋地。你别看咱上百号弟兄在码头上晃，可山上的弟兄上千都不止啊，谁敢惹啊？警察也就咋呼咋呼，他能咋的？他敢干咱们？老大一句话，他干得小日本子。他那小样还想警告老大？老大是干啥的？他不敢动咱木帮，这狠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愣的，愣的还怕不要命呢。咱木帮兄弟个个不要命，惹麻烦他长几个脑袋呀？这事就是玩儿呢。哎呀，想喝酒了吧？进屋吧，走着。好。挺准的，好手。哥俩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子弹一粒没中，人就趴下了，太惨了。妈的！我看仔细了，查查谁干的。别忙活。老大，好像是在正门进来的。大哥，好像是从门边打的，炸飞的弹壳掉到门口好几粒。是日本人。老大。葛明理跟我们玩，日本人就抄咱们的家。啊，葛明理真他妈是个王八蛋！小子，这回葛明理好像是好心，他让咱们注意日本人，咱还没回来，日本人提前动手了。他好个屁！都小心点啊，二当，
这事儿一定是警察跟日本人勾结干的。王八蛋，把老婆孩子找回来。我去，你带上几个弟兄，带上家伙，好好给我打听打听。二小子，走。好，老大，我跟着去。搞定什么？宪兵队捉到木班老大左右的老婆和孩子，家境案子归你管，人也交给你。小袁特务长要治他什么罪？他的老婆和孩子在你手里，命令他解散木班，交出所有的武器，交出共产党的名单。他要不让，就杀了他们，再彻底消灭木班。好，把周游的老婆孩子塞给我，这不是害我吗？日本人就是想让咱们跟木帮干。木帮那么好惹，沾上了那就是麻烦的。日本人是想多山观虎斗。不行，不行啊！你赶快找人通知周老大，今天下午他的老婆孩子给送过来。你要他来，半路上把人劫走算了，我不会跟他真动手的。等着把人劫走了，我还得去找他。这母帮不在，对他也没什么好处。好，老大，有人送信了，说下午日本人把他们娘俩交给警察厅了，让咱们赶快派人去劫。好，走，走，快！你俩先上了城里的当。好，你们几个兵丁呢，保住我们的后路。好，行。麻烦您转告一声，我想见卢老先生。我身体不舒服，龟田先生有什么话就直说。合同我拿来了，如果再不签订就会误事的，请卢老先生看一看能不能马上签订。合同条款太不严密了。你看这一条，在满足哈尔滨市政府的需求下，可以把多余的粮食都供给满铁株式会社，用作铁路旅客及满铁职工的口粮。这一条就不行。卢老先生想怎么改，我们现在就改，改完之后马上签合同。不不不，我的加工厂是供应哈尔滨市民吃饭的，到底能给你多少，得先满足哈尔滨的要求。龟田先生，能不能同哈尔滨市政府有协议，或者是拿来一个文件，确定我给哈尔滨留多少粮食，留足之后剩下的才能给你。也就是说，我得先跟哈尔滨市政府有个合同，或者是他给我一个文件，要我留多少粮食，我们再签这个合同才行。每年我替哈尔滨买粮、储粮、加工，他先付我钱，我一定要先满足他。我们也先付你钱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商人，粮食卖给你，卖给市政府，我一样是赚钱，我卖谁都是卖。但是
你不能让哈尔滨市政府找我的毛病。市民们闹灾荒，我的日子就不安稳了。我先拿他的钱，粮食先给他，剩下的才能给你，这样才行。好，我去拿市政府的文件。告辞。不送了。按照将军的命令，趁革命力主要谈判的时机，宪兵特勤队包围了木班主要的家，抓来了他的老婆、孩子，处死了他们。我通知金家丁接受犯人，金家丁可能有人与木班勾结，丑恰恰队遭到伏击，打死了三名警察，抢走了两具尸体。好，你通知记者，告诉他们，这次木棒劫车，警察丁勇士浴血奋战，英勇牺牲，我们要给他们开一个嘉奖会。警察丁的人只是应付了事，他们并没与木棒人浴血奋战。不，他们浴血奋战过了，要嘉奖他们。所有报纸都要登载这个消息，让木棒仇恨警察厅，警察厅才会消灭他们。进来。玉将军，和卢运起的粮食采购加工公约合同没有签成。为什么没有签成？他说合同条款不合适，让我们先拿出哈尔滨市政府的文件，决定留下足够的粮食供应市民，剩余的才敢给我们。混蛋！哈尔滨市民吃不吃饭跟他有什么关系？用得着他来管吗？三枪全死了。你笑我出来？躺下死了，赛道死了。你想赛道了？啪啪啪，三枪全死了，全死了，赛道也死了。待ってください。你好，我是来拜访陆公的，能麻烦你把我的名片递给陆公吗？你告诉王一民，叫他不要出来。少爷现在在哪儿呢？他在王老师房间里。你把他弄回去。是，我就去。少爷，你走吧，我领你回房间。他死了，啪啪啪，三枪死了。我不能看死人，一看死人我就……少爷，我领你回去吧，你得看剧本了。看剧本，走吧，我看剧本。老爷有请，御旨行医教授。卢公，你好，请进。多谢。御旨教授来访，不知有什么话说？啊，我这次来是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，一个学者的身份，和您说说心里话，也想以我在哈尔滨市的特殊身份，坦诚地和你谈谈。请坐。
你能这么说，我很高兴。啊，你说不甘心与一群坏蛋为伍，不愿意出来做事，你的话让我想了好久啊。我来哈尔滨干什么来了？就是想把哈尔滨建设成一块真正的王道乐土，让哈尔滨人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。虽然我不能让他们衣食无忧，但是吃饱穿暖还是可以做到的。你的话让我很灰心啊。你说过张锦慧、韩允杰还有哪个金某人都不是好人，我也查了一查，我承认你说的对。所以我想了好久，我们要建设王道乐土，靠这样的坏人是不行的，还得要依靠像您卢公这样的名士。中国话说得好，德高望重，登高一呼，义者拥挤，事情就很好办。所以我想跟您坦诚地谈一谈，说说心里话，你也说说心里话，看看我们能不能说到一起去，能不能在一起共事。啊，卢公也可以说说我们治理哈尔滨还有什么不足之处，你说了我们就改正，这对于哈尔滨市民有好处啊。你愿意说心里话，那我们就说说心里话。中国人也有句话叫做以礼待人，以诚相待。请说吧。啊，我想先问一声，卢公不是共产党人吧？不是。哦，那卢公是不是也还没有倾向共产党？没有。那好，卢公不是共产党人，也还没有倾向共产党，那我们有什么谈不妥的呢？啊？你要是这么问，我可以回答你。你一会儿封了我的剧院，一会儿强行给我安个神经科，这是以礼待人吗？哦，那好，那我们坦诚地谈谈。我首先说明，剧院可以归还给你。如果陆公不愿意要现在这个剧团，那可以让剧团付出租金，剧院还是陆公的，这点合理吧？哦，我可以答应租给他们。你看，我们平心静气的坐下，一下子就能解决问题啊！有人吗？戏要开演了，怎么没人理我？伊朗跟我说了，我才知道陆公对医院设立神经科的看法。我打电话他们就可以撤出去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卢公子那边伊朗请来了医生，这对他的治疗是有好处的，这也是对你们好，是不是？那多谢了。啊，那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件大事。玉置伊朗爱上了陆小姐，不远万里从日本本土赶到哈尔滨追求您的女儿，这一点就值得尊重啊。哦，我们先不说他是不是日本人，我们也不说他是不是我的侄子，单就玉置伊朗的人品和学识，您看他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听说过玉置伊朗的许多事，我的女儿秋影对他很赞赏。从他口中我知道，玉置伊朗是个汉学家和教育学家，他好学坚定，人品很好。嗯，很好。您的称赞比我自己说的都公正。您的话让我很感动啊。伊朗来哈尔滨时间不久，能得到您这样的评语，他真的是没有白费心血啊。赛导，赛导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怎么又活了？我真不明白。嗯，好茶，茶是故乡浓，茶是故人情啊。这杯茶
很有滋味啊，多谢了。不必客气。请教卢公，是不是卢公子的病情不见好转，使得卢公有些烦恼？再加上御旨御郎的求婚，使得卢公有些生气了呢？卢公如果是率直的人，就去告诉我实话。有这个原因。好，那我向卢公道歉。作为御旨一郎的叔叔，我心里着急呀、啊。你也知道，一郎的父母去世了，他是我和他父亲的孩子，肩挑两家。我对一郎的婚事是最关心的。啊，中国有句老话说是“关心则乱”，所以我可能会做错事，还请陆公多多原谅。我想请陆公给我一个挽回错误的机会。我可以不插手伊朗与卢小姐的婚姻之事，可是不能因为我的过失使伊朗不能娶卢小姐为妻。我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。如果卢公能给伊朗一个机会，那是最好，这对于我们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。请坐。我们中国人说，婚嫁之事要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不想沾惹上你。说句实话，御旨一郎有你这样的叔叔，我们连的希望太小了。这么说，卢公是拒绝了？看来是我破坏了一郎的幸福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难道陆公拒绝伊朗，就是因为伊朗的叔叔是关东军的将军？那陆公是拒绝与关东军合作吧？婚姻的事儿讲究个门当户对，中国人不愿意嫁给日本人，这一点还请你原谅。你是将军，我是商人，婚姻不大合适。好，我们不谈这件事了。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想问问卢公。卢公以为像张锦慧这样的人做官会坏了大事，那么像卢公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站出来为哈尔滨市民做些事呢？卢公坚决不做商会会长，是不是不肯与我们合作呢？哦，那我也跟你说一些实话。满洲政府的官员都是贪官污吏。御旨将军，你说的挺好，但是做的并不好。请卢公举出一件事实来。就举一个例子，御旨将军和省政府天天鼓吹共荣社区，这个共荣社区就是给我面粉厂的工人盖的房子。御旨将军看过那些房子吗？没有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贪官搂钱，质量极差。什么共存共荣社区，那都是表面光的豆腐渣。你的共存共荣要弄多久啊？是不是三年两年房子也塌了，人也砸死了，共存共荣也就完了？我的工人住进这样的房子里头能安全吗？卢公说的是真的。你应该自己去看看。这个工程听说是满洲国的一个皇族西汶做的，他可是皇帝面前的一个红人。哼，现在满洲国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贪官污吏。卢公以为这件事情我会怎么处理呢？息事宁人，日伪亲善，共存共荣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那龙公能不能和我一起到工地去看看呢？那好啊。我的工人住这样的房子，我心里也不踏实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你是谁？啪啪啪啪！
卢公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。少爷，咱们上楼去看剧本吧。一会儿啊，柳小姐就来了。看剧本。嗯，看剧本。卢少爷的病还没有完全好，是不是还要治啊？我要带他去心经，现在还走不开啊。这病要早治啊。哈尔滨特别市顾问官御旨雄一将军，昨日视察共荣小区，当场将贪污工程款的满洲皇族西问出境。夜幕沉沉地垂，彷徨无边深邃，谁的罪让命运每道心碎？夜梦你的光辉，温柔却不能给，爱上我才流深离辞别的泪，让彼此献上每道伤痕的珍贵。夜色还在呼啸，却似无